我们毕业了，中山大学舞蹈团2015年大型专场晚会现在开始。来自软件学第四级硕士研究生王世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古若楠，来自一三级哲学系国际学，同时也再次感谢今晚大家的到来。怀着憧憬和希望，我们踌躇满志，满怀期待地踏入了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带着激情和梦想，我们乘风破浪，义无反顾地奔向欣欣向荣的祖国四方。昨天的我们稚嫩而青涩，在那样一个盛夏与中大结缘，走入了美丽而又陌生的康乐园，在我们最美好的年华里尽情挥洒着青春的汗水，留下了最难忘的回忆。四年是一个成人礼，欢笑和泪水见证了我们的成长，责任和磨砺让我们告别稚嫩的脸庞。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沐浴着中山先生的十字校训，承载着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我们不断地成长成人，在智慧与文明交融的学海中上下求索，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荆棘中，我们稳步前行。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子从这个美丽的南国校园走出，走向各自的工作岗位，为社会进步和祖国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全部力量。而我们也都有一个共同响亮的名字——中大人。无论我们身在天涯海角，母校永远都是我们温暖的精神港湾。即使前路迷茫，我们也仍将义无反顾，勇往直前。就让我们插上丰满的羽翼，在风中拥抱青春的理想。让我们舞出年轻的主张，用最真的自己在舞台上绽放耀眼的光芒。让我们一起舞动青春，舞出精彩。接下来即将登场的第一个节目，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广东实验中学舞蹈团为我们表演。那么说到省时，我想在我们华南地区可谓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那么除了学习优秀之外呢，省时的同学们在舞蹈艺术方面同样也有着颇高的造诣。是的，就在今年3月，广东实验中学舞蹈团在广州友谊剧院举办了盛大的舞蹈专场，他们用扎实的基本功和成熟的表演折服了所有观众，获得各界好评如潮。没错，每一年省时不仅为我们中山大学输送了大量的优秀生源，同时也为我们中山大学舞蹈团输送了大量的人才。那么我们舞蹈团的许多同学的母校就在省时。省市舞蹈团的作品也是刚刚获得广州市中学生舞蹈大赛的金奖。在祝贺的同时，让我们一起期待，请欣赏侗族原创舞蹈《敬酒歌》，掌声有请。
感谢我们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是的，非常的精彩。我想说啊，《白蛇传》作为我国家喻户晓的民间传说故事，可谓是源远流长。没错，但是今天呢，我们舞蹈团的同学要演绎的并非是许仙与白娘子的爱情佳话，有两位舞团的女生将会带来一段白娘子与小青的姐妹传奇。妖娆妩媚的白蛇与青蛇重新演绎《白蛇传》，让我们一起领略他们别样的魅力。有请中山大学舞蹈团珠海校区一三级任佩然、杨卫杰带来古典双人舞《尤物》，掌声有请。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女生是舞蹈团一道最为亮丽的风景线。
不过我相信我们男同学一定也是坚实的中流砥柱。说的没错，每一个好的舞蹈作品的诞生，它是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的。在我们已经看到的和即将看到的每一个美轮美奂的舞蹈作品背后，都是我们老师和同学们的辛勤付出的结晶。是的，我相信吴老师带领大家在舞蹈室里面挥汗如雨的日子，一定都是大家很美好的回忆。那平时我们强调技巧的展示，但是更多的也是要表演的感染，这就是中大舞蹈团叫专业舞蹈团的独到之处，强调表演展示当代大学生的精气神。对着镜子抠动作，每一个腾、跳、翻、转，即使脚底起泡、膝盖流血，那么他们也要拼命的坚持，一起吃的苦，一起流的泪，共同的回忆让他们有了不可撼动的兄弟情谊。是的，让我们尽情舞动，歌颂兄弟真情。请欣赏由中山大学舞蹈团珠海校区一二年级的同学们带来蒙族男子群舞《狼图腾》，领舞一三级卢启俊、潘子宇。掌声有请。
好的，感谢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我注意到刚才那一声仰天长啸真的是直指人心，将我们舞团男同学的男子汉气概表达得淋漓尽致。没错，再将掌声送给他们。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已经对于中大的舞蹈团有这样的一个疑惑，大家非科班出身，那这一身的好功夫和精湛的表演是什么时候练就的？若楠，我觉得你这个问题真的是问到了点子上了。大家也知道我们舞团同学是不同于我们专业的舞蹈院系的同学，他们来自学校的不同院系不同的专业，那么各自的学习时间也都各有各的安排了，但是平时的基本功的训练、作品的编排都是他们利用晚上9:30之后的下课时间以及周末的空闲时间训练。是的，我们的演员们都非常的勤奋和刻苦，每晚的压腿，每一次的跳跃，都是一点点的积累，才成就了我们今天舞台上这群成熟的演员们。艺术没有捷径，唯有等待与坚持，才能有所收获。说得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即将登场的演员呢，可谓是我们舞蹈团的传奇般的女神级人物。她不仅学习了得，舞蹈方面更是独领风骚。关键的是啊，她平时为人比较低调，那么忙碌的学习之余呢，她也不断的苦练，一到舞团需要的关键时刻，她总是能够挺身而出。她是谁呢？让我们走进西域，欣赏一个与坚持与等待有关的故事。有请中法和学院14届本科生，在读中法和14级硕士研究生卢倩为大家带来女子独舞《楼兰少女》，掌声有请。有请。
歌的青春，花样的年华，难忘浪漫的爱情故事，总是属于每一个人最珍贵的回忆。相遇总是让我们怦然心动，情窦初开的我们，在一次又一次的追寻中，找到了属于我们的那一份幸福。那么爱情也总是更加青睐于勇敢追求的人们。下面这支舞蹈啊，讲述的就是发生在青年男女之间欢快而又甜蜜的爱情故事，请期待他们诙谐幽默的精彩表演。有请中山大学舞蹈团南校区一年级的男女同学们带来维族群舞《掀起你的盖头来》，05-14级刘畅、傅其生、邓建宁，掌声有请。
同学们，我们都说啊，中大人有性格有气质，其实除了与本身后天课堂的教育，还有课后艺术的熏陶，还与我们所处的人文环境息息相关。是的，母校90年来孕育的人文环境至今影响着每一位在校同学。那么我想，中大人的信念与品格源于大师们流传百世的文章，源于老师们言传身教的言语，如同星空宛若星辰，每当仰望，使我们坚定信念，为我们指明方向。即将登场的演员啊，可谓是舞蹈团的镇团男神，他就是13届地科本科生、13级地科在读硕士研究生汤永杰。这支舞也更是他个人经历与信念的诠释。然而，男神养成并非一日之功。汤永杰同学自入团以来呢，始终就不露头角，在人群里头默默无闻。然而，凭借着个人的勤学苦练、厚积薄发，一跃成为所有人所倾慕的偶像。但是呢，他依然谦虚低调，对师弟的舞蹈帮助更是有求必应，在舞团口碑众人皆知。谈及汤永杰师兄，舞团人人点头称赞。是的，让我们随着这段舞蹈进入一段与天空、信仰有关的故事，请欣赏蒙族男子独舞《祭礼长生天》，有请。掌声有请。
行啊，我看到咱们这个现场已经此起彼伏的呐喊声已经响起来了哈。再次谢谢汤宏杰师兄。那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毕业与送旧，当然少不了我们的主角。时间关系呢，我们现在就派他们的代表来跟我们聊聊毕业，聊聊舞团的那些事儿。让我们有请中山大学舞蹈团团长一一级郭阳和师兄上场。来，掌声欢迎杨格。来，杨格中间请啊。这个看到了吗？我们这个舞团的男生啊，个个都是英俊潇洒、风流倜傥啊。来，杨格首先和我们的现场观众朋友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好吧？好的，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阳格，来自2011级理工学院，欢迎大家的到来。哎，师兄啊，我听说舞蹈团的同学们都是才艺兼备，那师兄也即将毕业，今后是有什么打算吗？我可以说，在我们舞蹈团毕业的每一位同学都是非常非常的优秀，而我呢，也只是冰山一角。关于毕业的去向啊，我已经有了。我被保送到上海交通大学，而我将在那儿继续我的硕士研究生还有博士研究生的学习。天哪，掌声鼓励一下，太不容易了。你看我们杨格啊，这不光舞跳得好，还是一个大学霸来的。是。哎，那个杨格，我想具体问一下，你加入舞蹈团，因为你是一个非专业的舞蹈生，对不对？没错。那你加入舞蹈团是一个怎么样的过程？相信大家都会有非常相似的经历。我加入舞蹈团也是源于一个机缘巧合，可以说是与吴老师有缘吧。当时回迁之后，我本想只在南校区安静地当一个小助理，但是呢，可惜没有这样的机会。每天啊，就会有一个中年大叔穿着短裤，中年大叔，大家注意描述啊，中年大叔穿着短裤啊，每天来找我聊天，跟我聊人生，聊理想。聊着聊着，到最后就说出了所有舞蹈团同学都非常熟悉的那句话：“同学啊，你身材这么好，长得又这么帅，不如来跳舞吧。”于是，就到现在啊。这个我有点遗憾呢、啊。这虽然说我长得不是特别好看吧，但是我的身材也还可以。为什么这个吴老师没找到我呢？是吧？毕竟千里马站在我旁边嘛。那我们有千里马，更重要的还是有伯乐。说的没错。那师兄也在舞蹈团待了这么多年了，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舞蹈团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吗？在舞团的收获可以说是非常的多，算上今天，这已经是我在舞蹈团经历的第三次专场了。那我非常感谢我有这个机会，而且我也非常荣幸能与我身边这群优秀的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共事。我想在舞团我学到的最重要的有两点，第一点呢是学会承担责任，第二点是学会感恩。像老师说的一样，我们要从一个男孩蜕变成一个男人。我想毕业的时候我们做到了。说得太好了，真正走出校园的时候，我们要扪心自问一下，是否能够从一个男孩蜕变成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了。那么杨格即将要离开大学校园了，你有什么样的话想对我们的师弟师妹们讲吗？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珍惜现在吧，珍惜与你这些朝夕相处的小伙伴们一起流血流汗流泪的时光。因为啊，当你毕业的时候，你会发现剩下的只有舞蹈团。师兄这席话其实是道出了对他们师弟师妹们的不舍以及对他们的殷切希望。那这几年啊，相信师兄肯定有很多自己想要感谢的人，借着今天这个舞台，我们也将话筒再次交给师兄。首先当然要感谢我们历届的团委领导对舞蹈团的大力支持，然后要感谢我们在座的所有观众朋友们，没有你们对我们的支持，不会有舞蹈团的今天。感谢我们的师兄师姐，感谢我的师弟师妹，感谢我的小伙伴们。最后要感谢教导我、帮助我、我所有的老师们，非常谢谢大家，我爱你们。我看到这个杨格同学说到这里的时候，眼睛里已
经饱含着泪水了。让我们再一次把最衷心的祝福化作掌声送给杨格，还有所有我们即将毕业的舞团的同学们，感谢你们把青春献给了舞团。来，我们的这个师弟师妹们也准备了一点小小的心意啊。好的，这一束鲜花送给像杨格还有我们所有的，来，师弟师妹们，来，中间请啊。承载的也是师弟师妹们对这些师兄师姐即将毕业的一个故事的祝福。对，好，再一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他，欢送他们到台下休息啊。也再次感谢杨格师兄，也祝愿我们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好的，那么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来自中山大学舞蹈团珠海校区的同学们。上一周啊，他们历时三个月准备的送旧专场在珠海校区圆满落下帷幕。然而今天他们却不顾身体的疲惫，专程驱车赶赴南校区参加今晚的演出。那么期待再次为现场的观众们带来一场高质量的表演。在表演完之后呢，他们也要马不停蹄的连夜赶回珠海继续参加明天的考试了。感谢他们的付出，让我们把最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中山大学舞蹈团珠海校区的同学们。是的，真的十分感谢他们。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中大校园的春天，这支舞蹈啊，定能让你想起那些年在校园春天里低吟浅唱的柔风细雨。请欣赏女子群舞《且吟春雨》，领舞一四级研究生卢倩，一三级任佩然、杨卫杰。掌声有请。
吴老师啊，始终相信缘的力量。舞团的同学们因为缘分而相聚一堂。是的，那么除了日常舞团的排练之外啊，吴老师还会格外的关注校园里的各种艺术活动。接下来要登场的这个节目就源于一次机缘巧合了。是的，在藏族文化节之际啊，吴老师与中山大学藏族班的这群同学结缘，通过几次舞蹈的排练，更是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在整个排练过程中，不仅默契十足，更是非常的投缘。借此机会呢，也是隆重邀请到他们为我们带来原汁原味的藏族舞蹈表演。好，让我们请出中山大学藏族班的同学们，让他们带我们到大家魂牵梦萦的青藏高原，用舞蹈弹拨出每一个中大人心中最深情的旋律，请欣赏藏族群舞《深情的弦子》，掌声有请。有请。
好的，感谢我们藏族班同学们带来的精彩表演，这是印证了那句话，我们少数民族同胞个个都是能歌善舞。是的，那晚会看到现在，我相信大家肯定也疑惑不小，本以为啊，大学舞蹈团里应该是女生的天下，可是今晚舞团里面有这么多的男演员。哎呦，说到这个事儿，我就应该跟大家爆个料了，是吧？其实到每到这个每年开学的时候啊，就是咱们吴老师最忙的时候，他就会出没在我们学校的饭堂啊、操场啊、走道啊，这个就是每一个校园的角落里边，然后看到有潜质的男生，他就会主动上前，然后使尽浑身解数让他们能够加入到舞蹈团当中。你也知道这个我们新生是非常羞涩的，所以说吴老师被拒绝的概率也是非常之高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了吴老师这么多年一直坚持不懈的为舞团的未来一直在努力的招到我们这个有潜质的一些对一些演员们。那你看二十年如一日，虽说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但是我们的男演员们作为舞团的中坚力量，他们也是一直延续着刚强坚毅吃苦耐劳的精神。是的，那让我们随着音乐走入戈壁世界，在广袤的沙丘上尽情的挥舞，一起见证舞团男生的风采。请欣赏由中山大学舞蹈团男校区二年级的同学们带来蒙古族群舞《戈壁沙丘》，领舞吴高宇、王维谦、汤永杰，掌声有请。